公司，恭喜。台湾中油总经理李顺清从副总统赖清德手中接下国家品牌玉山奖杰出企业全国首奖，而他本人同时也荣获杰出企业领导人，成为首位国营事业获奖的领导人。我个人有四次攀登玉山的一个经验，那包括有一次的单工，那这次的得奖其实有别于以前玉山攻顶的那种雀跃。第十七届国家品牌玉山奖参赛企业比往年更踊跃，也代表竞争更激烈了。中油在最佳产品奖项有两项产品与两项服务获奖，包含浮涂料面漆、海运机油与油罐车电子化物联管理系统专利，其中行动支付更拿下首奖。那中油配目前登录的呢，这个会员呢大概有50万人，同时提供了消费者更方便的这样的一个支付的一个行动支付，包含双向首奖，一口气拿下了八大奖项。获奖肯定也督促着他们在产品与服务研发上不断精进。记者台北综合报道。